我们这条腿肉排骨不？三百八，比较我们。四块钱，然后咱们这条是上好吃，两百两块三块钱。一条两百两条，两百三条的，四条，五条啊，这两条够上的啊，两百三块钱。这条排骨啊，你上好吃啊？两百行。我用条的是啊，够没吃三毛，恁点我条的不？你那条边不？啊，大条啊，小条。大条去，这条啊，拢正常的条啊，大概大概我们也上吧，便宜毛的。 啊，冇去啊！后边要回去上来啊，我那个，你这样好不好？从这样回报你对吗？小伟大哥，当时我把我车停在到这边，我讲没嘛，小伟大哥就，那上面就写一百了，开五百了，五百块，五百了，五百块。好钱。你也收过了。好钱多钱啊？我再要五百，给我完了，给我几条？我太傻了。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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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
其实也叫有人的。在做这个的，我一般搞。这样弄啊，这钱是有点，到时候都是弄的，这钱弄这个。这样结果包个结果，来我沙发，来我没东西啊，沙发上面。沙发姐，我把过我了。过过，这个是新的啊。第二段我没有情况。好了好了。等一下就到，来个二姐吧。冇啦，我哋一边拢算少用，拢算。来，有两百只，这、那、迄个、这、迄个小的送来无？这这边来当食，我三包，刚好在食三包，两包好哩，好无？三包好无？三包无够食，一包再送你啊。三包。小姐。好贵啊！上好食，三包够多食。这两天当一人坐一台货，两箱拢卖了了。三包够食了无？包住两个坐。好，张小姐。三包再包一半吧，先。小的送，这个。你够食了无？三百块买来无？下顶买买啊，百五啊，今日恁无买，买百五啊，今日拢买拢起啊，百五啥物事啊？百五好买来无？百五只。拢买拢起啊，用钱好食，百五好买来无？哎，爸爸。爸爸，谢谢啊。爸爸，姐。来，做咩做啥物事讲？你讲话未嘛？有养虾皮冇？养虾皮拢无，大多人当鲍鱼，大多人当鲍鱼，鲍鱼有鲍鱼做啥？好了，我还有，对对，好了，哎，对对对，来包鱼上面只五百了，五百块，来包鱼这只三五百了，其他鱼啊，我两只五百，三只五百，四只五百，五只五百，六只五百，七只五百，八只，九只十只五百了，来包鱼，五百够咩啦？来十只开三百了，五百，这么多只，十只我跟我讲好了啊。好了，上班上班，准备了没上班？他那啥喷水没去啊？去弄三十多，那边上班了。嗯嗯，直接坐火吧。坐火吧。我坐坐。好 ，OK。啊，今年三十，没了，准备到站来我包包。我坐坐一个沙发。三百五，当当。最后一箱啊，包你嘛无啊？有人要买两百、一百的无？拢无要紧的啊，你给我就可以啊。哎，拢我做过。来，一百的，你来收。来，两百两位。好，谢谢。两百够买啊无？买买。好的。哇，最后就一百，你买买啊？怎么无啊？来一百，来两。来，你买两百，买两百。好了，我来做啥？
鸡排干锅。啊？鸡排。来，花枝排先。鸡排、花枝排都可以。来，这花枝排想要吃，人家吃，人家十块。三包，变成二十五，变成十块一包，对吧？想要吃，吃三块，十块一包。哦，这包怎么规定要咩的？十块一包，看咩？花枝排。来来。两个，来打，切两个，这对上了。后日跑个小镇回来，再来刚刚这对切三个。我把这米给我姐姐，把那个姐姐给我弟三个，你说，所以这三个我讲起来。无人无山人火，谁唱？无人无山人火，做不了什么了不？你拿这么大杯了不？三分了。一九点没了，八千五百多万的，那么几千万，来多少个？来几台？总共来几台？三台的、四台的、那个的，很高的。你听到没？才五百哦，现在都无啊，到没个啊？哎，走，来这边，好，好，好，进来。冇，哎，八百个，够两百，八百个，五百个啊。这个也一季掉好几倍的，我能分享一下吗？还要四倍的呀？还要四倍的，我跑两包。以前我没想，我没想，现在我跟他没给钱啊。今天如果卖完，现在是几样无啊？几样都是太感谢。有那么讲一季掉哦？一包吃好久，用两个小时，即我师傅一点三啊公，两点七八公，二四千，唔免七八，唔免五百，三百六，三千几，七八都赚了，对对对，三百六，三百六，你就三点啊，唔是两点啊，三百六，你啊，二四千，啊，三百六，三百块够唔够吃啊？二四千，啊？好的。哎，八四分钱了。哎，够够不？八四分呐。够够八八。这样就把这准备就发了嘛，发点东西。多少一种吧？那就是两百块。不拿东西。每六百股现在是吧？每六百股是不是？每六百股现在。有人在。有人在惨叫。这个他妈的，这两百、两百、两百、三百、百股啦，四百啦、五百啦，就这两百一上了，七百、两百了，百股够咩了？两百，这些多少钱？这个他妈两种水，两百够咩了？好，剩几多啊？剩两三十。好，最高姐，最高姐啊，最高两枚。剩两三十，大哥，那两百够咩钱？睇下佢哋，两百够咩钱？条百股嘅咯，现在多少钱啊？买着大把钱了。哦，他本来是要无人啊，不是讲咱卖了无啊，啥物？因为他无人，因为这租金要出来，咱就较感受了。我无要几千啊，现在几千啊？大家若要在这里买买东西，我先叫恁卖去。这个五位咸鱼啊，够要吃啊？有人无买着无？两百块人要吃啊？无？两袋啊，你三袋啊，你四袋啊，五袋啊，两包恁买买东西呢？对啊，恁两三十个，两百块买啊？啊，是啊，哦，两百个回来了，还要几个？先弄三十个。我最后一个，拜托你啦，无啊，我先啊，先啊。抱歉啊。影子，抱歉。影子，抱歉，你下次来再补给你。你是在哪一个厂？我是什么？射头吗？在跟 D 吧。哦。飞机牌开钱的手来着。飞机牌摕钱的手来啦，十块一包。哎、欸，啊，这个走一段，这个两包无摕着啦。好了。行行行。这个过去，这个过去，这个过去。花枝牌没拿就要走了。你昨天刚刚在写上面嘛？我这里卖卖啊，会不会等一下有一个大大产权？我全要，希望有那一个人出现。
来，我来讲哦。你有买物件，你不管买偌济，你来到我这，我即摆买偌济钱，你叫我，我有咧欢喜。影子，你下次来，还是你等一下来，等下补给你。我绝对袂恁坐哦，两包的。我一个，我一个两个。我坐你坐，起来搞闹事，是嘛？三个，四个，五个。谢谢爸爸。一支人两支钱。一支人两支钱哦。好，我来。哎，无啊，七个啊，几个？靠背啊，算算。哎呀，最后咧提重个，最后咧提重个，歹势啊。其实我想讲，两千做，其实我唔知是偌济。这支啊，我保证恁甲我买者，你一定会来。吼、哦，你相信我，最近一届买500、买600，一大堆。啊、哦，我正常拢唔免介绍啦，你有买物件出来，买100。买就是怎啊来哦？来，我要500，要600，无好笑啊！这支你也食看嘛？来1000个。我真足济啊！我有信心，我这也真足济啊！我这支我有信心，恁这支也一定来，包括四支绝对也全包了。是啊，你有包？让我收了。让我收了。我有信心，你是啊，你一定来。我若敢无介绍，甲你提示，我物件若无够好，我唔敢安尼收啦。吼、哦，这是你开玩笑的。我若提垃圾物件，人家无介绍提示，你唔爱提我。吼、哦，这是半个信任的。不对的。是吧？是吧？对的。本来我今日准备我来做包，后壁都是，后壁无同啊，我来同看伊咧，你根本就看不出。茄子，到时物件我有看